那不管上一场或者今天都是全程的参与，那我想借由几分钟呢来感恩他。副部长，我们到幸福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真的是很敬佩你大家了，因为我们当然很关心我们大湖这个地区的整个环境，关心实际这个案子。我相信实际在这里15年了，我们所有的民众也不想看到现在目前的状况，不管要盖生态公园还是什么量体，大家有一个共识出来，大家共同努力，要把这个环境营造更好的环境了。这个是要所有我们的乡亲带来共识啊，今天的大家开了两场会议，大家提供了意见，希望我们市议单位能多多的回去好好的跟我们这所有的民众来沟通，来解释关于对焦的问题这个是政治要有专业，希望我们市政府要派专业人士来，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的居民乡亲这个华人问题根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是以往后的开会的时候大家要共同努力的地方谢谢大家，谢谢。